对，明天我去取啊。哎，到时候把钱给都给你补上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巨贷怕媳妇儿？我家我管账，这点小钱叫钱吗？你说你这人呢，真是小树不修不折溜，人不修理耿啾啾啊啊！鬼鬼祟祟的说啥呢？没呀。进来。哎哎，我刚拖的地，能不能珍惜我的劳动成果？哦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今天的地擦的真干净啊！今儿嘴咋这么甜呢？我哪天不能是含着糖和你说话呀？媳妇儿，猜我今天给你买啥了？啥呀？当当当当！妈，搁哪整的花啊？买的。多少钱？5块。这5块钱，你是不是疯了啊？5块钱搁哪儿来的？你藏钱了？没有，老婆早上没吃饭省下来的。哎呀，哎，你干啥？咱俩都结过婚了啊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这手怎么全是褶呀？手指盖都卷边了耶。哎，媳妇儿，以后家务不用你干了，全我干啊。无事献殷勤。你今天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闯祸了？没有了，说实话。我说啊，既然我媳妇问我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今天我过马路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辆大卡车嗖的一下从我眼前穿过，当时我心里想的全是你呀、啊！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你了呢。当时我心里就想啊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说咱攒来攒去，攒来攒去，咱图啥呀？对不对？媳妇，你这么漂亮，娶了你这是三生有幸啊！如果下辈子咱俩还在一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整的没用的，擦底还没擦呢、啊。媳妇，一会儿我擦哦。衣服还没洗呢，都我洗。饭还没做呢，都我来。媳妇儿，你今天你就坐在这儿啊、哦。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渴了？老公给你拿点水果吃啊、哦。媳妇儿，你就坐在这儿啊、哦，先拿点水果吃。今天呢，难得我回来这么早啊，对不对呀？咱俩今天我不得浪漫一下吗？对不对，媳妇儿？今天必须得浪漫一下啊，不够浪漫，不够浪漫的啊，不够浪漫，不够浪漫，哎，不够浪漫，不够浪漫就得哎，浪漫一下，点，哎。这死蚊子，这烦人的死蚊子，蚊子真烦人的，这蚊子呀，啊！老公，啊，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。咋，媳妇儿不喜欢了？都挺喜欢的，但他怎么能是这种布局呢？那应该是哪一种布局呢？你到前面看。到前面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今天做这么多，到底想干啥？我就想管你要305块钱。我说的嘛，跟我弄这么一出，要钱是吧？啊，行。你如果真坐上了这个位置以后，我敢保证你的钱肯定少不了。我还保证每天给你擦的干干净净的，油光锃亮的。别说你要305块钱，就是你要305亿，我都给你。你咋生气了？305块钱。对你来说这是巨资，你要带这款巨资潜逃到哪儿，要干啥事儿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最近的手头还有点紧凑，同事们笑我，我真想跳楼，我受不了，终于想开口，老婆你真好，别让我乞讨，要相互依靠，我开的小灶平息那欲去欲求的心，让我勇敢大方自信不胡闹，怎么走？没钱没钱没钱了，你听见听见听见了吗？没钱没钱没钱、啊、我现在求你给我一点 money money、哎、老婆老婆，哎呀妈，咋不正不禁摔呢？脑袋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咋睡着了呢？妈呀，下雨了。哎，媳妇儿媳妇儿，你从来都不喝酒的，你怎么喝上酒了呀？早饭5块，午饭10块，来回公交4块，一共多少钱？是19块钱。还有1块不可预估呢。
对，20块钱零花钱，不少吧？少啊，那少数也觉得少。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咱一天辛辛苦苦赚点钱容易吗？这房贷、车贷、房租、水费，哪不都是钱呢？现在这么紧张，你还跟我要钱？对，哎，那也不能喝酒啊。我烦。媳妇，你烦你看，你看，你上楼道里喊两嗓子。我喊给谁听呢？那媳妇，你看。你从窗户喊两嗓子，大半夜的喊两嗓子合适吗？那有啥不合适的？你听看，啊呀呀呀呀！媳妇，你听，你看喊就完了呗？啊呀呀呀！该，叫你扰民，啥命啊？又晕了，脑袋没事吧？哎呀！我怎么睡着了呢？妈呀，下雨了。哎，媳妇儿媳妇儿，你从来都不喝酒的，你怎么喝上酒了呀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喝酒吗？啊，咋不歇死你？你说你们男人啊，婚前一套婚后一套，婚前说钱都归我，零花钱一分都不要，我信了。可现在呢，你们男人都是骗子。婚前对我多好啊啊，就咱俩处对象那两年，我就没打过洗脚水。对，那两年你根本就没洗过脚。好，徐文凯，你有种啊，你还跟我顶嘴是吧？我就应该让那花盆砸死我，让你不珍惜我。楼上的，哎，砸我来，我搁这儿呢，来来，别客气，来。小有病呢，你才有病呢，你疯了吧你？楼上的没事啊。这也太寸了。脑袋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？妈呀，下雨了。哎，媳妇儿媳妇儿，你从来都不喝酒的，你怎么喝上酒了呀？来来来，给我喝点，来快。给你喝点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媳妇儿，你心情到底好点没有？我做这么多。好啥呀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要是心情再不好的话，你就上外打麻将，啊？要不你是回娘家待两天，行不行？要不你就骂我两句，要不就打我两下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？妈呀，雨还没停呢！哎，媳妇媳妇，你从来都不喝酒的，你怎么喝酒了呀？大哥，你问我几遍了？你是不是傻了？啊，我想想啊。妈，你啪，手啪，手啪，一拳啪，啊，媳妇儿，那你到底发泄了没有？我还得说事儿呢，发泄没呢？发泄啥呀？越发泄越闹心。你还没发泄呢，媳妇儿，那我就告诉你是一个最能发泄的人啊，你就只摔点东西，行不行？摔东西最解气，媳妇儿。我拿东西来，来来来，你就一会儿你这都给我摔啊，摔啊，完我再给你找点咱家的破烂啊，你就给我摔，听不听到？啊，现在心情好点啊。家我都管不了，我就想要305块钱。哎，没有5块，算了，早饭不吃了。给媳妇儿，你有病啊？你死心眼啊？就要305块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啊，多了也没有用啊。徐洪凯，哎，对呀。你这几个月就鬼鬼祟祟，挺神秘呀、啊。每天早走2个小时，
晚上晚回来两个小时，一天比一天见瘦。徐洪凯，我是不是你老婆？是。你爱不爱我？爱。说。明天双十一，你要变回光棍儿，带305块钱起义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就想买点东西，双十一购物不优惠吗？啥？戒指。给谁？我有。你这个不是假的吗？咱俩结婚的时候一起糊弄我老丈人的，你忘了？我背着你攒了点钱，就差这305块钱了。咋攒的？中午少吃点呗。一天比一天见瘦。车费也是能省下来的。早走2个小时，晚回来2个小时。反正几个月下来也就有2000多块钱了。不许买。媳妇都定了。退了他，这个挺好，我这个挺好。这是假的。你退了他。哎呀，这雨咋还停不下来了？就买一个呀。啊，你这个不也是假的吗？那就等来年双十一的，老公不就有真的了吗？走。干啥去？你个傻货，你不知道吧，情侣对戒优惠会更大啊。走。散会媳妇儿。你拖的地要珍惜你的劳动成果。走。